午是破除立后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各位妈妈大家好。哎，今天要做什么样的轻松又健康的料理呢？咸豆花。我只有听过咸豆浆。咸豆花很好吃。咸豆花真的豆花哦？当然啊。啊？对对，它只吃的，我跟你讲，而且吃的还会刷。这是菜吗？我跟你讲，这是拌饭的菜吗？不、哦，拌饭。拌饭吃起来会像什么？有点像一点微微辣的蒸蛋的感觉。微微辣的蒸蛋。哎。嗯。它整个那个豆花，你看豆腐跟豆花是不是很同一路的？其实真的，你讲蒸蛋也差不多同一路啊。对啊，你真的你说好，再怎么嫩的豆腐，有豆花来的嫩吗？嗯，我觉得那个嫩豆腐可能很嫩啊，火锅豆腐，但是没有那个香，而且没有豆花的嫩。对，真的吗？当然没有，你待会吃就知道了。我们先把豆花，这个是外面哦，那天三立出一号情况，就是那一桶啊，一斤啊，三立出一情况。哦，刚才传统的吗？对对对，爱不爱传统的哦？爱不爱传统？哦，因为我刚才一烫的，黑乌是用吉利丁粉。哦，走黑比赛，黑遇到热它会融。哦，我们吃这个要吃热的，真正的豆子做的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我哟看不到哟，来把它放进来，蒸它，蒸多久？蒸到它热为止，先不要理它就好了，不要理它，我们就在做我们的这个东西。那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现在开始会刷嘴的新吃法。哎，那今晚开始要来炒。啊，还要炒啊？冬莲哦，这是什么洋葱哦？洋葱，洋葱。哦，一般豆花有些时候说真的，你也不会起烫嘛，我们在边那加，煮咸没？来，哦，首先先把洋葱放进来，因为洋葱需要时间来炒它甜度出来。好，我现在做这个酱，我给做些的请员，每个人其实都可以做。哦，但你也可以做别的酱，你自己想要做的酱都可以。到最后就把它跟豆花结合，那就是一道新的菜。就把豆花当豆腐用啦，只要比较软嫩啦。对对对对对。哦，应该想把蒸蛋，把豆花当成蒸蛋的。所以这样的话，假如我上面弄一些玉米的豆子的海鲜的酱料也可以。玉米不要了，玉米不要太甜。所以没小丁耶，小丁啊，小丁没有啊，你吃豆花就是要吃那个软绵口感嘛，你多个硬的地方，那豆花就可以。所以那个上面的酱料也要软软的，有点软软的。要软才会跟它一起生存在一起。哦，了解了解。哦，差不多一匙就可以了。那我用玉米粒酱。你很爱玉米哈？我爱的什么软软的东西呢？不啦，真给了。哦，真贵哦。姜。姜。哇，这个是重口味。嗯。豆瓣酱。蒜。蒜。是不是很熟悉？哦，对。感觉这个有点像麻婆豆。对啊，但是不是麻婆豆腐有肉末啊？嗯，这薄了，啊，这也像，那是花椒粉哦，所以它还是川菜的口味嘛。嗯，有豆瓣酱，有花椒，就算川菜。我比较喜欢这个味道。我来，今晚来汤汁啃来，这个时候就是把什么，把它的这个洋葱的甜味再把它煮到汤里面来。哦。哦，好香哦！哦哦，红彤彤的，看起来就很对。有，嗯，来想想看，这个待会淋在豆花上面的。那要不要勾芡？哦，不勾，不勾芡哦。我们这种崇尚这个自然养生的，不勾芡。可以放那个糯米粉水啊。嗯，不用了，别那么麻烦，因为根本不需要勾芡。为什么？你把它当成像豆花的感觉，在吃的时候，你假的会告诉你勾芡。对不？对。因为找到哎，陶哥，你这导演在播勾芡，你用球。也对。对不？勾导游。导游。那我现在试一下味道。目前为止看得懂哦。看得懂啊。你就是从这 sauce 只是咸的嘛。要加一点糖。啊，不过要够味。所以等一下重点是要看结合起来的感觉怎样。可是你不觉得吗？光是这样子感觉好像有一点那无聊傻逼戏。或许刚刚有点无聊，你不看到没很兴奋吗？嗯。因为我知道结果，所以我知道很兴奋。可是你还不知道结果。那我来。什么？这么差不多啊？差不多啊。够啊！现在要让它再加一个味道进来。花椒嘛。不是花椒，进去哦。接，这是啥？鲷鱼丁。鱼肉哦。鱼肉。切个最油哦。哎。你要切到这么细耶？不要蒸个干碎了呗。嗯。而且这不是只有鱼肉而已哦，你可以放什么？放套丢，把海鲜弄成这样。
虾子弄成这样，甚至鱼虾套具都可以在一起。还三鲜？三鲜就把它放进来。这个就有点有意思了。我刚刚不是讲要绵？刚啊，对啊，就是它很绵呐。它这肉比较绵吧？好，这样起来翻白啊，对不？哎，哦，有点一反白，嗯，关火。哦，再来就是它了。它只要热就好了。它只要热就好。要组合吗？嗯。哦，有点流口水的感觉。什么才流口水？但有没有掉泪？我跟你讲。哇，倒灰嘞！来，藤锥。还不要滑，还不要滑，藤锥被冲了，还用这个。哦。哇，这个。有一种很嫩被烫到的感觉，有一点哦，然后再来最后来点花椒粉，哇，花椒粉不用再加热，一点点就好，增加它的香气。就是要加一个来吃，看看呀。那最后当然拌饭，不免我最喜欢的什么？香菜。香菜跟白胡椒。我也喜欢香菜。嗯。白胡椒先生。哦呦，所以你看，咸豆花刷脆。新吃法就是加了这个，应该算是类似麻婆的酱汁哦。你要讲麻婆嘞，它也可以讲什么鱼香？鱼香，因为我真的是鱼香，有鱼在里面，对吧？哦，好香！你跟他皮皮，你老把塞外讲，真的。啊，人家千万唔知，对不？想讲虾米啊，卡伦尼啊，哦，豆花，哇，这就是鲜豆花，豆花一定要什么调羹啊，哇，对哇，还个卡伦，哇，习惯没？豆腐干比较嫩，有四川姑娘的味道啊！哎，对吧？豆腐干比较嫩。嗯，哦，真的好软嫩哦。今天来刷水啊，而且鱼肉的香味跟这个豆腐其实傻傻分不清楚。可是你感觉到鱼肉吗？其实还好，因为洋葱的脆已把鱼肉吃掉，对，但是你却可以感到很滑的东西在你嘴巴里面，那个豆香就是豆花哦。嗯，好佳哎，哎，就是这个豆花好吃，配上那个咸香的味道。对啊，哦，它那边勾芡，嗯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对不？嗯，这条勾芡你还是打回你鼻子不？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勾芡比也港嘛，嗯，哇，那多好，你不难嘛？很简单啊，你就把酱做做，稍微烧料，酒拿来，然后啊，嗯，那真好吃。哦，刷水哈，刷水刷水，像不像蒸蛋？嗯，像哦。对，而且因为你外面很重。你就不会觉得里面那个刚刚吃的豆花吗？一咬下去还白的会叮。哎，它不会。好吃。哎，豆花可以这样，哎，试试看，在夏天的时候这样子很刷嘴啊，你加给拌饭，尤其是蘸，好吃。